二手楼劈百万元出货个案有上升的趋势。将军澳惠安园套三房楼王，累减107万元，中以743万元获承接，低市价约7%。世纪21将军澳魏氏良清，上址为两座高层 B 室，实用面积约578方尺。去年九月以850万元放盘，原业主因睇淡后市，减价逾12%，以低价沽货，尺价约12855元。同类型单位造价普遍逾800万元。港岛楼都劈价吸客，利嘉阁林敏子、西湾可里景湾安平阁中层 C 室套三房改为两房一次，实用面积约629方尺，减价100万元，以1080万元沽，尺价约17170元。业主移民啃辣椒税出货，美联杨浩然表示，大埔天转六手中二手转让，单位为一座低层三房户，开价960万元放盘，减价至850万元获承接，尺价约14580元，持货一年多账赚约26万元，但支付10%额外印花税后料需选手。迷你盘楼价跌势明显，大埔南山七座中层开放式单位，去年中层卖350万元，上月再以300万元登记重售，期间跌价14.3%。同类单位最高层售逾400万元。本月市场暂年六至少六宗另类单位成交。消息称，沙田第一城21座高层三房单位同层层发生事故，刚以638万元低市价沽，尺价14146元。荃湾六阳新村 P 座中层三房户同类单位，近日以800万元售，造价同样低于市价。